女朋友整天都在我耳边啰嗦，她还很懒惰，遥控器很近却又较够，才刚说要运动，下一秒冰淇淋就入口，怎么说怎么做，无辜的眼神就足够。我有男朋友，房间根本就是主卧，他爱打电动，电话三十通不算什么，才刚说很爱我，转头真没按赞按不够，怎么说怎么做，却还是会亲我额头。男女朋友不是这样，那会是怎样？男女朋友明明吵架却还牵着对方，男女朋友说话就知道你想，肉麻不太重要，我的好你知道，爱不需要暗号。我的女朋友成天韩剧一部接一部，三五个好友独角兽充斥手机桌布，不管头上痘痘啥瑜伽一定要配面裤，还能说怎么说，反正有她我就足够。我的男朋友电脑里面根本没女友，他的女朋友好像是私藏那些女友，每次逛街走走那个胸部美腿看不够，还能说怎么说，反正他不要离开我。男女朋友不是这样，那会是怎样？吵架却还牵着对方，男女朋友不用说话就知道你想，肉麻不太重要，我的好你知道。 Yeah baby 我知道我喜欢你的每一点，你的口臭大呼每一天我都不能选，Sweetie 我喜欢你每天都多爱我一点点， Forever 一直到永远。 Hey baby， 嗯，跟这男的也太帅了吧。还好吧，长得比较白而已。不懂啦，干这妹也太正了吧。哎，手机给我拿来，又是两枚，有真吗？男女朋友不是这样，那会是怎样？男女朋友明明吵架却还牵着对方，男女朋友不用说话就知道理想，肉麻不太重要，我的好你知道，爱不需要暗号。 Yeah， 不需要暗号。